嗨，欢迎大家来到 Om Sense 的树叶生活。今天呢，我们是来到马来西亚的一个避暑胜地，它叫做 Cameron Highland 金马伦高原。就在这个金马伦高原，这里是叫做 Danarata。就在这一个呢，叫做 Cameron Fair 金满坊这里呢，我们是来找寻一间素食的一个餐馆。它是一个荤素店。然后它是属于韩式的一个餐馆，然后让我们进去看一看这个 Cameron Fair 的这一间荤素店吧。韩式的餐食呢，饮食呢，有这 vegetarian menu 呢，是非常的说属于少见。那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就叫做 miso kimchi， 热韩料理。OK， 就是这一间的热韩料理里面，让我们进去看一看，还有一些的那个素食的那一个料理是怎么样的。好，进去看一看。哦，它头一间就是了 ，miso kimchi。我们来这里吃午餐，然后就是这一里。Miso kimchi， miso kimchi， 它是属于看它的招牌呢 ，Japanese Korean 的一个 fusion 的一个 store。啊，这是它的店了。然后看一下它的那个餐牌里面那个 vegetarian 的在哪里呢？这是 vegetarian menu， 就在这里了啊。让我们看看它有些什么，有些蘑菇汤，海草沙拉，日本毛豆，米苏素，还有一些 fries。这里就是有它 vegetarian 的 Oreo。这里是素食的，还有它的素食披萨，还有一些它这里的一些拌饭、拉面、包菜拉面也有素食的。然后这里呢，就有 Korean spicy tteokbokki， 还有的 vegetarian Emmy pot， 还可以选少辣、辛辣还是加辣。然后再看到后面呢，还有一个叫做 Vegetarian Asian Steamboat。他们就坐在这里，属于一点露天式的，但是因为金马伦高原呢，它是属于一个高原的，所以其实温度平均现在我们看到是22度，所以蛮凉爽。我们就点了一些。然后我们交给这里的服务人员 ，Yeah, this is right. Thank you, all vegetarian. No onion, no garlic. Yeah. So 这里要注明一下呢，就是如果我们叫 vegetarian 的话，如果我们呢是不吃 onion 跟 garlic， 葱跟蒜呢，要跟他们注明一下，蛋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是不要五星的话，要注明一下。然后这里是他们的电话。这里他们呢出名的是以披萨跟他们这里的 kimchi 为主。然后看看这里是什么呢？哇，这个是个转盘哦，收给你们一些。礼物，哇，中了一个礼物哦！刚才问了一下，这个 cream brulee 呢，是一个 Italian 的 dessert 来的。这里呢，他在 tea time 的时候呢，就有做一些那个 tea time 的一个 dishes 了。哇，在他的那个 lunch promo 里面呢，还有特别的有三道一个。Sambal 素饭，
还有一个泡菜拉面和那个素菜拉面，这三道都是属于素食的。这是veggie， bibimbap， 就是一个杂菜拌饭。看到这是典型的那一种韩式的那种泡饭，他们也叫拌饭，因为他们用很多的那个素菜呢而来搅拌来吃的。所以这里呢它的特色有一样，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它的那个要辣不要辣要中辣啊，都是可以选择的啊。然后它有拌上了一个蔬菜、芽菜、萝卜、黄瓜，还有这个菇类，还有一个鸡蛋，还有它的那个紫菜。Okay， so 一样的，如果没有吃鸡蛋的呢，就跟他们交代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种韩式的拌饭就是这样来吃的啦。Okay， so 让我们试试看它的味道是如何的呢？Okay， 再加上了还有那个紫菜。有一点点的少许的那种他们的那个特别调制的一个酱料，咸咸甜甜的，然后重要的是什么呢？有那个紫菜味，整个呢，而且它的那种饭呢是属于那种日本饭，所以吃起来是蛮有特色的。然后这是它也可以加上如果它的那个辣椒被拌进去，典型的韩式的那个吃法。特别调试过的，辣中也是有带动一种豆瓣酱的味道，蛮特别的。这是 cheesy spicy tteokbokki， 特别哦，它是 cheese， 但是呢，它是炒他们的那个年糕，韩式的年糕，来，这 topping 是 cheese 来的 ，topping 是 cheese， 然后呢，有拌上的这种是属于一种辛辣炒哦，然后它的年糕。这是韩式的一个年糕，试试看。那种嚼劲，还有加上它这个的辛辣，吃起来厚厚的，厚实，蛮有咬劲。它不是属于 Q 感，但是就是很有咬劲的那一种，配上它的那个酱汁来吃呢。真的是一种另外一种特别的那种味蕾的感受，然后再加上它这里的那个 cheese 的 topping， 吃起来呢就是感觉到是非常的 creamy 的感觉了，就是这一道比较特别的叫做 cheesy spicy tteokbokki， 这个就是那个 mixed mushroom pizza， 他们译成三菇披萨。Okay， 来看看这里的一些 fusion food 的那种披萨，属于薄皮类的，非常的薄皮的那一种。然后，哇，好啦，来我试试看。很香的那种香料味道哦，这个蛮多的不同的那种他们的 host 香料，属于薄皮类的，也是蛮不错的，因为对我们素食者来讲呢，吃了那么多的那种香料掺杂在那一边呢，又变成它有另外一个不同的那种口感的一个披萨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转到的那一个中的奖咯。这也是 vegetarian 的一个 dish。texture 柔柔软软的哦。
那看看，creamy 的，像那种奶油的那一种，他们的底色蛮不错的，里面还有一些砂糖的感觉的哦。有点很像的那个我们吃的蛋挞的那一个馅料。所以来到金马伦高原呢，还有一间这样的一个荤素店，而可以吃到了一些更加不同国家的一些料理。这里是韩国跟那个日本式的一个料理，所以不妨来这里去试一试他们呢这里的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素食料理吧。所以就在此谢谢大家，感恩大家跟祝福大家。